Hello 天天 ，Hello 大将之风 ，Hello 阿哲 ，Hello 花生什么事？大家晚安呀 ，Hello Rock，Hello 杜武，我这个是不是掉了？看一下，这个上来一点点，哎呦，这样，好，可以。Hello 树宝宝 ，Hello 草莓风暴 ，Hello 偷了家 ，Hello 玲玲保护队 ，Hello 杨雄 ，Hello 吴诗兰 ，Hello 偷了家 ，Hello 钟勋 ，Hello 黄宇 ，Hello 凯 ，Hello 杜武 ，Hello 玲玲保护队 ，Hello Tomo 晚安，100分杨雄，好，你赶快去浪一下偷了家，等下回来哦，迟到仔，大家呦。Hello, Sia, Hello, 的前线发生什么事的心之罐罐。灯牌看得到吗？你说我的名字的吗？祖祖的蓝蓝的吗 ？Hello, 小勋 ，Hello, Jeff。Hello, 北原神队 ，Hello, 二刀流 ，Hello, M3，Hello, 小勋。对啊，蓝色的有看到，很大哎，蓝色的祖祖超大的。而且因为它是蓝色，所以我一眼就看到。Hello my lovely， 晚安的全。Hello 喵 ，Hello 普拉斯 ，Hello 小星星 ，Hello 金界大叔 ，Hello 白色方块，大家你好呀，有没有想我了呀呀？有收到主角半盏，应该为什么是应该？100分 ，Hello 收集。Hello， 新鲜柠檬。祖祖昨天好好笑哦，很好笑哦。我昨天怎么了？为什么很好笑 ？Hello， 小猪。Hello， 陈一。对啊，我今天买的这个很好吃哎，好好吃哦，超好吃的。Hello， 原奶宝。先说声抱歉，让我礼拜四的表演出错了。怎么了？我跳错哪里了，德全？Hello， 谢谢北原神推的新之冠。Hello， 子怀吃啥？这个是经典奶油牛奶卡士达，有点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你体会到耿直 girl 的耿直了，有没有很可爱？看一下 Ben 宝宝的新之冠。对啊，我有跳错吗？真的吗？你有收到吗，原奶宝？谢谢飞宝宝，然后你光着饭少忘记自我介绍哦，那是礼拜五啦，的全，那是礼拜五，我觉得超好笑的，我被林阿丽笑了三天。Hello 晚神，参拜晚神 ，Hello 我爱你，飞宝宝 ，Hello SW King，Hello 博弈，谢谢飞宝宝，谢谢树宝宝，谢谢。怎么我的为什么手机宕机？等一下，我看不到你们的留言了。等一下 ，Hello 马克杯，谢谢苏宝宝，谢谢小勋的骷髅头 ，Hello 瑶 ，Hello 博弈，参拜万神，两天的拼图都有放枪。我后面两天的有一点搞混了。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刚到家有米宝宝，辛苦了。谢谢 Only 的许愿瓶，看不到可以闪人了。哎，不行，草土的曙光爱情没有亲亲，你竟敢自己加戏？什么什么亲亲？我没有亲亲啊。什么？看不到留言就是讲祖祖坏话的时间了，可是我现在看到了，各位。谢谢大福哥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万神，阿丽都要吃醋了。哪里有亲亲？我哪里亲亲了？你放枪不是正常演出吗？才不是嘞 ！MC 的效果很好啊，真的啊，很好笑吗？谢谢玲玲保护队的心之冠，谢谢祖祖星期四合照的时候听我任性要求，祖祖太高了，我要蹲低一点。逆转的王子殿下，赞有吗？洛瑞笑笑 ，Hello 大黄蜂，英主有布丁做事要亲你的动作，阿丽站在对角，你说那个吗？曙光哦，曙光啊，哦呦呦呦，曙光爱情在前面的时候，对不对？
然后我跟布丁两个人都笑了，我觉得超好笑的。玲玲，不是玲玲，你阿丽看不到啦，没关系，她应该没看到。谢谢玲玲保护队的心之冠，放枪不存在，我真的放枪，我自己吓到我。我进去有跟 Daisy 说 sorry， 我真的忘记了，因为搞混了啦，我调错了，我跟他们说 sorry。真的假的？因为我蹲下就有牌牌出现了吗？好哇、啊！谢谢 WGI 用我的牌牌，谢谢658，晚上好鸭飞镖，谢谢落日一下下 ，Hello 小猪耳朵 ，Hello 乌鱼子。我哪有骚扰布丁？什么？我骚扰布丁元奶宝？谁跟你我骚扰布丁前辈？谢谢嘎逼的心之冠。你什么时候跳错了？在意的时候跳错。嘟嘟蹲低还是挡到我了，对不起，太高了。礼拜天有看到部分没有？我有看的部分没有跳错。礼拜天我有跳错，对不起先，我吓死我了。什么？我就有原来吧。小慧彩蛋，你有拿到飞宝宝？真的假的？你有刚好拿到慧慧的彩蛋吗？真的吗？真的假的 ？Hello， 整系男子，你还骚扰灵异前辈吼？这不是日常吗？吃饭去，等等再回来。好，对，祖祖是全餐，祖祖全餐宝宝。对，要等运动会了，你们等着的全。我跟你讲，我真的超厉害的，我的跑步真的100分。Hello 俊颖 ，Hello 小猪耳朵 ，Hello 大虎哥 ，Hello 多多绿，我不是跟你炫耀吗？你说你啥？你现在在跟我炫耀吗？Hello， 还是说你标记我的那个是在炫耀？你骚扰林一前辈才是重点吧？这又不是，我以为这是日常呢。Hello 金门草莓家 ，Hello Tomo，Hello 七宗罪 ，Hello Jimmy， 对啊，我跑步的姿势100分，一定是超帅。超专业，你叫灵异前辈宝贝，他还回应你，我真的笑死，真的吗？哎，这是真的。就然后我没有，我本来是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是阿丽说哼的时候才说，谢谢陈的心之冠 ，Hello 右旋。不过 Daisy 第二场我在侧边一直换扇子，因为猫跟猪有同时出现，谢谢小星星。我也很难得会跟 A 组一起跳。其实蛮紧张的，谢谢陈，你下台之后应该没事吧？没事啊，他还打了一下我屁股哎。Hello 小周猪，宝贝 ，Hello 金门草莓酱。礼拜天结束握手的时候，我在侧边有举起来跟我炫耀哦，我看到了，你很大声，你看。我看到了谢谢整性男子的告白气球，谢谢你那么大声，可是你那边灯光很暗，没有看出来是你。谢谢陈的人气选票。 Hello 嘎波，祖祖舞蹈越来越有爆发力了，继续加油。好，我会继续加油。怎么了飞飞镖Hello 嘟嘟嘟 Hello 坤坤 Hello 地藏小王 Hello 万初三，晚安嘎波，谢谢树宝宝的心之冠，坤坤安安 ，Hello， 我爱你。我没有怎么样啊，怎么一直飞镖？我都要飞宝宝啦，没办法，那位置太边缘了，我只能传递线。我真的完全没有发现你是坐在那，我现在才发现呢、欸。我那时候只有听到说，你看，会，哦哦，我的电脑怎么了？我电脑是没电了吗？他怎么直接关机了？等我一下哦。那个100分分长音都是我喊的，你说很长很长，100分，那个是你吗？哎呦，我的痘痘被看到了啦！不能让你们看到我的痘痘。我的电脑发生什么事了呀？怎么就忽然？对不起大家，我们会有大概十分钟是没有音乐的部分。Hello 小精灵 ，Hello 新人店长，事故 QQ 啊！等一下，我要换一个，恭迎万岁！
不对。这样。谢谢领民保护队的人气贵族选票，有看到祖祖就开心了，我还蛮好满足的，什么意思德全？看下一次能不能接到祖祖的彩带，好啊，我这次丢给谁啊？我记得我好像有丢给玉人是吗？有一个是玉人，然后一个是谁 ？Hello， 季风亮，谢谢大福哥的星梦姻缘棒。没有音乐还是能唱啊，好运来。今天先不要，今天那个公演的那个四天全参侠的那个疲劳还稍微有一点点，那个中气不是很十足。等到我到时候中气很十足的时候再来唱给大家听。现在清唱可能会，哎呀。在上班偷看祖祖，好，沙优等你，你先专心上班，只要不撞住我都能接受其他的位置。你这次有撞吗？没有。Hello 西恩 ，Hello 隔壁 ，Hello 大黄蜂 ，Hello 戴戴，昨天是我接到的，看我头像，好，我看一下。你说昨天是你接到我的吗？你说礼拜六吗？不，礼拜天吗？我昨天好像说礼拜六，对不起，没有答应来。对，今天没有，今天的那个中气不够十足，所以还不行。请丢你什么？请丢你，这次没有撞到，但是在山上是不是？就山上太难了呀！我最多丢第一二三四第四排吧，好像只能丢到第四排。你这样就不行，怎么跳 NMB 的歌？我可以啊，跳一首一次可以。但你说要连续这样，就稍微有一点点想念我们家周公了。就像今天早上，我就是跟周公下棋度过的呀呀呀。曹瓦哥 ，Hello 明米。对啊，什么阿哲？今天托祖祖的好运来中了祖祖的硬币，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哦，很棒哦，还好我有唱，还好我有唱好运来。大家是不是很开心？我在那个 MC 的时候唱好运来，我还特意把手伸过去一点，怕被你抽回去。我的那边，哦，对对对，因为我要那个嘛，要拉回来一点点。有人128中合照会吗？第二回抽奖有已经有通知了吗？不知道欸，不是鲷鱼烧，是有点像，其实我不知道，它就是这是焦糖，它是甜点。下个公演歌单如果还是 Team K 的还可以吗？应该可以吧，我觉得这次有认真的训练到，并没有什么飞宝宝什么东西，并没有。这时候要说祖祖给我去练雷射臂，这太难了吧！这个可以丢到山顶的人，我觉得他太强了。谢谢明丽的骷髅头糖吗？好运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欸，真的吗？飞镖，你在现场有听到吗？礼拜四11:30，10月29号不能陪你看直播，陪三个小时了，什么意思 ？Hello， 小玉儿的猫。等等，要看你不要不要去找我喵姐唱好运来了。我们家喵姐，你不是要跟我算账？没有能到现场听，没想到能在现场听到好运来，是不是很刺激 ？Hello， 嘎波 ，Hello， 大黄蜂 ，Hello， KUCC， 你还给我 MC 说唱好运，祖祖大一这么多场辛苦了，不会，你们也辛苦了。喊扣真的超棒，100分很大声哎。Hello， 卡喵。然后被我喵姐 Q， 她抽卡的时候要祖祖唱。对啊，你看吧，我就说好运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吧。喵姐这样 ，Hello 地瓜，就叫你前面绑重物吼，前面绑重物还打，我不打到我不负责任哦。我往上山上丢应该还可以。有啊，我在右边听得很清楚，你模仿头目那段我笑爆，我觉得我是那个模仿大王。我上班星期四不能陪我看三个小时了，好，没关系，思涵上班加油。公演正好运来，我真的服了，我觉得我好厉害哦，我觉得我太棒了，大家一定会越来越爱我的好运来。
祖祖模仿能力100分，你荼毒了我们，还要荼毒其他粉丝，这样对吗？对啊，要让整个撒哭啦，再到变 Daisy， 然后再变 Bellflower， 然后再变成全部。哦，而且我最近发明了一个新的手势耶，自从代役了之后 ，Hello 四五一。你要跟桃木 PK 吗？你说模仿大王吗？为什么怕爆飞宝宝？我明明就很厉害，我真的是觉得我太厉害。顺便把喵姐拖下水，这样对吗？对，是对的。喵姐一定很开心。我现在这样可以开机了没啊？谢谢四五一的新之冠，拿在手上很久了。啊，它正常了耶，耶、yeah。谢谢451的新之冠，可是放好运来买生鞋也都不会中印刷纸笔，哪有？哎呦呦呦呦呦！刚刚明明小星星就说他中了，明天晚上8点可以看我直播，赞赞。好，现在 Daisy 有队长可以镇压我，我应该我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队长大还是会让我唱的，我下次去队长大那边唱小小鸟好。跟队长大申请，我是一只小小鸟。先吃，先吃。好，好啊！我表演一下新的。Bellflower 成员被我污染几率很低。我想想看，先从哪里下手比较好。我第一包就中哎、欸，超开心的！你看吧，我要说实话嘛。好啊，飞镖。晚上好，安努纳奇，我是大姐，求队长大驳回，不行，队长大可不太，队长大可能不太想理我，嗯，应该是不会，他应该会，我觉得他应该会考虑一下，然后应该会答应。要下手吗？你说对队长大下手吗？是吗？好了，我等下，不要对曹 Bellflower 下手吗？我想想看，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先下手。好了，我要先来示范了。来，这是 Daisy， 这是 Bellflower， 这是 Sakura。 那如果 Sakura 去 Bellflower 跟Sakura 加 Daisy 等于这样， Sakura 加 Bellflower 等于这样， Daisy 加 Bellflower 等于这样。所以呢，当就是这是 Daisy， 这是 Bellflower， 这是 Sakura。所以 Bellflower 不是 Daisy 加 Bell Daisy 加 Bellflower 加 Sakura 就是这样。莲花指吗？不是这样，就是Daisy Sakura， Daisy 不是 Sakura Bellflower。傻哭了，不要翻我！没有，谢谢阿泽，为什么要翻白眼呢？然后就是不要翻我傻哭了，然后这个是 Stacy Bellflower， 这样会抽筋，不会，你们试试看。我们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我教了 Sakura 的宝宝们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说这个手姿最难。Sakura Bellflower 令人傻逼。哎，哪个杯？哎，没有，不会抽筋心，你试试看。Hello 史密斯 ，Hello 佑星，不会很乱，真的。飞宝宝，你试试看。Hello 阿贵仔，第一场只有你。只有我比傻哭啦，对啊，我真的很紧张，还害我很尴尬。嗯，你说第一组的傻哭啦吗？不是吧，大家应该都是傻哭啦吧？不难比吼。Hello 史密斯 ，B 组的话先从，总之张开双手，三组全包了。这样啦，这样。这样子是 AKB48TP， Hello 如哥哥，二界人助力，为什么我是助力？手指有点痛。好，你过来听如哥哥，还有大福哥，给我救我一个开花花。哪一场表演你最满意？礼拜天的 Sakura。对，我代役的时候是比 Sakura， 当然啊，我我
我是傻库拉，一日傻库拉，终身傻库拉。等下被轰打，我还是会比傻库拉啦。嗯，这个很好吃，它这个脆脆的，很好吃耶。谢谢史密斯的糖果。Hello， 志祥，没比樱花我就惨了。对啊，直接被放逐。祖祖身为新的模仿担当，先模仿包装纸的图案如何？啊，错边了。每天被通道塞满，怎么？效率是我最重视的，所以这样吗？这样有对吗？我也觉得。但你知道吗？效率来自于大数据的。飞起还有一个代表樱花的卧底，谁啊？吉恩 ，Hello 小蛋糕 ，Hello 饭团 ，Hello 塔瓦哥，100分。怎么样？我学得像吗？太像了吗？你们有人截图吗？不可以截图啊，很丑哦。嗯，好喝哦！万圣节小淘气，好可爱哦，我喜欢这个。祖祖可以再一次吗？不可以成，因为我是有气质的美少女，我不可以这样子。截图什么？没有，截歪了。你不知道就代表你没有看之前官方影片发我从第一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什么。西安说什么？在 Daisy 的傻库拉的卧底是什么？谢谢 Kent 的心之管。对啊，我是气质美少女哎，桃瓦哥对不对？有偶包的，那有偶包的样子吗？你确定要 Q 有偶包的祖祖吗？你确定大家不会昏倒吗？大家又好奇某前辈是某前辈是一个入境随俗的感觉。他比较随和啦，我比较固执一点，顽固的金牛座，没在怕的，立来立来，真的吗？好，来哦。请开始猪猪的偶包表演。我今天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是林婷丽。为什么不要偶包猪呢？确定？什么气质害我这？如哥哥，怎么意思啦？讨厌，呵呵。为什么某某是樱花的卧底呢？是因为他真的是很棒吗？对呀，飞镖，因为。我们不可以浪费食物，这太好吃了，呵呵。Hello， 搅蛋，怎么了，草莓风暴？毛娘娘去哪里？你不可以这样，这样我会难过。可以维持整个直播吗？不行，中勋，不要破功，晨晨比我厉害，不行啦，希恩，我想打我自己呢，晨晨学的比较像啦。还棒读是什么意思？祖祖晚安，今天就来签个到。为什么？九蛋，你要去哪里？笑他在桌上 again， 笑我，真的我觉得不行啦。所以阿丽等于偶包吗？我的轻声细语就是有偶包的样子。可是阿丽的偶包，阿丽的轻声细语是阿丽的其中一面。果然有偶包的祖祖最强最正哦，最有气质了，对不对？ Hello 玄阳， Hello 浩毅，就好像是我跟竹妈说我想要很有口红没有画歪，但是我可能吃东西有弄掉。阿丽的偶包， Hello 玉叉， Hello 阿米，我还是认真练好了。好，你赶快重训快点，并没有。阿丽的偶包维持整个直播，我可能先进医院啊！等一下哦，来，请问有没有在台东的朋友们？阿丽对我没再轻声细语过了，那没办法，那就是谁叫你是他小布布嘞？不要再恼冲惹阿丽生气了。
为什么脑充？你说打游戏吗？我那天有在那边有听到他说他打游戏，然后跟我，我跟你讲，他真的在舞台上那个偶包还太重，你们没有看到他真的打电动的样子，那才是认真的他。飞宝宝，要不要找卢卡联播？你们要帮我问卢卡吗？我等一下好了啦。现在几点？好像可以来个五分钟跟卢卡聊聊天。谢谢飞宝宝的星梦应援棒，谢谢飞宝宝。礼拜天阿丽说揍我开心哎、欸、阿丽真的很棒哎、欸，他的那个揍你哦终于出现了，他很长，卢卡会拒绝吧？真的吗？你们帮我问一下好不好？祖祖揍你哦！Hello 史密斯，猜今天录影不会有祖，所以我就没有报名当观众。今天的录影，今天有什么录影啊？大福哥，有啊，阿丽有直播打游戏过，他有展露他真实的打电动的一面吗？就是跟我们打电动的样子。你跟阿丽玩游戏，阿丽真的会想揍你？不是，不是他。哦、今天的综艺大热门哦，今天综艺大热门是什么？怎么办？我都没有发了，我好像知道啊，好有我有看到，我好像有看到前面门练舞 ，Hello Li Q 啊，我真的笑死，阿丽居然在 MC 讲揍人。阿丽好赞，阿丽谢谢，你也很美，对，超好笑，而且他说是女生的声音吧，对，应该是女生的声音，我在后台好像有听到这个，有零一前辈跟小金前辈，对我好像还有波波，对不对？是有波波吗？还有另外一个丽安，对，还有丽安，丽安有趣，我这个我好像知道。Hello 郑东 ，Hello DJ One， 啊，是有萌萌的那个吗？阿丽不是说你一直叫他冲，他就超想揍我的，波波是。谁是波波？波波的绰号只有我会叫他波波。Hello， 蓝色爱心。然后大家每次都说，请问波波到底是谁？我就说是波波啊。Hello，WZI，Hello 玉安 ，Hello 佩轩，欢迎。Hello 玉安，晚安风禅。只有我可以叫波波波波。然后每次那个佳丽前辈都会这样，一直改变的名。对 ，Hello， 晴晴，对我帮波波前辈取绰号，他叫波波，不管了，他就是波波。因为我之前说他的绰号是阿伯阿伯，然后后来我就说，好吧，那我帮你改名字好了，叫波波，波波好像比较好叫。Hello， 神威，祖祖宝贝出镜哦。波波什么时候变波波了？变好久了呢，我已经这样叫他叫很久了，你们下次叫他波波看看，他也会回应你们哦，真的。要多久 ？Hello， 小蛋糕。先吻你额头，沉默太久。好，你们下次试试看，我等等现场叫叫看。好啊，好啊，你等一下说波波，看他会不会回你。欸、我真的不确定、欸，这我真的有点不太确定。你试试看，你叫叫看，我信你。真的，你叫叫看。Hello Only， 欢迎回来。真的，好笑。我觉得我今天这次啊，谢谢嘎逼的许愿瓶，这次可以一次就是参与到三组，就三组我都有就是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嘛。然后我真的觉得，在后台我发现了一件事情，飞宝宝从此被出镜。飞宝宝不是我害你的哦，真的不是我害你的。谢谢小蛋糕的星之冠 ，Hello 涛乐酱，飞宝宝还是爱你哦，啾咪，你叫波波看看。Hello 北极星 ，Hello 浪客四二零，听说有红包，所以我来了。为什么有红包？Hello 北极星，我只知道有一个人变成彩带蜘蛛，谁变成彩带蜘蛛？谢谢小蛋糕，飞宝宝出镜了吗？飞宝宝已经被出镜了，是不是？谢谢小蛋糕的全力声援。为你守候。Hello 透露家 ，Hello 新竹竹签笔，嗨嗨，我有看到你标记我，我记得我看到你的名字。Hello 朱里厄，谢谢晴晴的星之冠，谢谢飞宝宝的星之冠。Hello 切尔东，
谢谢晴晴，彩色蜘蛛啦，你念错了啦。我刚说什么？彩带蜘蛛吗？彩色蜘蛛是什么啊？大家，我现在讲话会不会lag啊？我自己这边有点宕机耶。谢谢晴晴的新主管。Hello， 朱里恩，下次还有公园还要参加，超喜欢的。不会，不会，不会什么，不会什么，飞宝宝，你说不会是我害你的，对不对？谢谢朱里恩的糖果，毒蜘蛛的衣服啊，我们是彩色蜘蛛吗？不行，我跟你讲，讲到那个毒蜘蛛，就觉得很好，我跳好像哪，我好像礼拜我跳哪一场，我忘记了，反正其中有一个跳毒蜘蛛的时候，然后我要合脚，然后我就很大声，嘣，然后才超大声的，那个整个现场还有回音哎，害我吓死了。目前是顺的，是不是？有时候，不过还好没有哦，好，那就好。请问你为何在前座搞笑？啊，我不是故意的，朱莉儿，我很认真，真的我很认真。可是我在打招呼，我就忘记了。参加三组感觉有什么不同？哦，对，我要分享这件事情，就是不得不说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大三组的差异，就是发现真的另外两真的真的很安静哎。我们撒库拉真的蛮吵的耶，谢谢迷你猪的新之冠，哎，妈咪 ，Hello 老豆芽 ，Hello 翔大大 ，Hello Zaka， 可恶，不是礼拜天那场哦，不是吗？你说踩很大声哦，是我阿哲，然后就砰踩一大声，很大声，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好像有吓到其他人，但是三组突然都不一样颜色啊，没有，我 B 组没有跳到毒蜘蛛，但是我 A 组跳穿不一样的颜色，我是。彩色蜘蛛 ，Hello， 鲁迪，妈妈好，不是草主也很吵，不是草主也很吵吗？你说 Bellflower 吗 ？Bellflower 很安静，超安静的。猪猪，我喜欢你，谢谢飞宝宝。为什么我喜欢你之后后面点点点？为什么飞宝宝 ？Hello。哎，这名字怎么念呢？我看一下哦。哈喽，哪里噜噜？哈喽，你好，哈喽。哈喽，地狱奇迹，有人刚刚偷用我手机。真的，所以我以为你跟我真情告白，结果不是哦。哎。好难过哦，好香菇哦，彩色蜘蛛那表示很毒哦，嗯，中了，套用美玲前辈的 catchphrase， 小心什么被刺中就会无法自拔。Hello， 晨晨，看起来卢卡没有要连，哭哭，他没有要理我，我哪有跟你告白过？有啊，一定有啊，好香菇是什么啦？好香菇啊，好香菇。好香菇 ，Daisy 后台也不吵吗？嗯，蛮安静的耶。我想看我是跟谁一起？对啊，还蛮安静的耶。我这一间很安静哎，真的 ，Daisy 真的安静，所以我没有带头吵，就是会有我的声音。阿飞好棒哦，没事。Sakura 真的有这么吵吗？嗯，稍微有一点，稍微有就是我们这一间就蛮吵的。我都截下来了，你逃不掉了，请传给我树宝宝。你这是跟你自己比较的结果吗？对，就是我在 Sakura 的声音是会被掩埋的，但是我在另外两组的声音是会蹦跳出来的那种。Hello， 立生。可是之前队长大才爆料很吵哎，没有，他们其实蛮安静的，真的。难道你的声音还有超那这就不一定了，因为面前辈没有跟我同一间。音组有 70% 都是我在吵吧，也是还好，大家都差不多。我们萨库拉是不分上下的那种。我边写功课边看姐姐直播，好，凤宝宝先专心写作业。音组有谁的声音可以压过我？很多人啊，切尔东，很多人。大家的声音哦，那章鱼就可能就是首当其冲是用在这里的吗？
先说你撒库拉是跟谁同休息室的？跟林廷丽、吴绮慧、晨晨前辈、宝贝、布丁前辈、优鲁鲁前辈，还有安安、玲玲，还有谁啊？嘟嘟嘟，一二三，喵姐，这样。祖祖要截图用来威胁飞宝宝吗？不是，我要纪念那个飞宝宝对我温柔的时刻，就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啊！严厉的飞宝宝啊，你的声音被掩埋了，我真的真的阿哲 ，Bellflower 很安静正常啊，真的耶，真的很安静哎，你跟面同一间，经纪人可能就经纪姐姐就逃走了吗？潘潘没有在同一间。Hello， 浓眉，怎么了？飞宝宝为何点点点？晨晨不吵啊，晨晨不吵是你是说不吵是肯定句还是晨晨不吵问号句疑问句哪一个飞镖 ？Hello， 烧肉 Jack， 全部都是超会闹的，帮其他人 QQ。Hello， 王子狗狗 ，Hello， 威如，感觉你们之间就是二期很吵，没有，其实安安跟玲玲蛮安静的耶。感觉你没有没有，说实话，这间休息室的人是不是都，你是不是都骚扰过了？都已经将他们的开关开启了。你不是在组里面是偶包族吗？你是不是在组里面是偶包族？其实我反而是个很安静的人，我深深怀疑。掩埋祖族的声音，真的。晚安，威宝宝，你今天当一日的数字君。好，你今天去当一日的数字君，帮我们家玲玲前辈呐喊。喵姐应该不吵吧？喵姐不吵，喵姐平常会很安静，但会忽然之间讲出一句非常非常好笑的话，你就足够吵了、啊。喵姐绝对不吵的。对 ，Hello 罗喉，对我还蛮安静的。晨晨这也是算是声音蛮大的其中一个哦。我们的声音大概出自于阿丽、晨晨跟我们家布丁前辈啊，晨晨前辈，对，晨晨前辈跟布丁前辈，对。还有我们这一间啦，雨露前辈也是那种平常很安静，然后会忽然之间蹦出一句，就是你知道笑死人的那种话，真的很好笑，超好笑的。Hello 翠翠，好伤心，这礼拜阿丽姐姐都不早上要上课，不能看。对，因为阿丽应该是阿丽最近还蛮忙的。阿丽安静的阿丽的部分，安静的部分吗？值得思考。真的，这是什么？等一下哦。说谎也要打个草稿啊！阿丽、布丁、晨晨还有我们，对啊，布丁应该也是，布丁前面蛮活泼，他蛮活泼的，他当他被开启开关的时候就会很好笑，真的。雨露前辈也是人来疯吗？嗯，真的，他其实就会默默的听听听，然后他就会蹦出一个超好笑的回答。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好好笑，真的太好笑了。然后我跟你讲，大家就会整个疯狂，大家会整个很疯狂，就很好笑。Hello， 陈恩，但是真的认真觉得 A 组的就是很安静。A 组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聊天，可是可能跟隔壁的聊天就不会那么吵，不会是那种就大家一起砰这样的那么吵。Hello， Gabi， 比如说不会开预饭团之类的吗？有，我们回后台，我有认真问一下布丁前面说，你真的是一开始就不会开预饭团吗？他说没有，我只有那天不会开，应该是真的吧？不要读读其他成员嘛。可是我觉得蛮开心的耶，欢迎回来，佩轩 ，Hello， 希恩 ，Hello， 四五一，好好笑，只有那天，对，他说只有那天，嗯，他的只有那天应该是就那一天可能吃一吃，然后可能打不开吧，我只能这样解释了，还是不会开啊，嗯。嗯，对，对，最好像是回去慧慧还真的要给布丁前辈预饭团。Hello 思源，他们综艺大热门什么时候开始、啊、？Hello 史丹莉莉，史丹莉莉是我们叫阿莉莉吗？这是我最喜欢的歌，给大家听。还没开始哦，还没开始，几点开始啊 ？Hello Lazy，
好紧张哦。我也有参加录影，真的？你也在录影现场吗，佩轩？今天有林荫前辈、头目，还有谁？还有波波，对不对？我们还在外面等。哦，还在外面等，是不是？谢谢新鲜柠檬的人气星星 ，Hello 公车迷。但我觉得好开心哦，就是这四天好充实哦。Hello 西兰。队长大为何说晨晨被我带坏了？你是说队长大还是头目？林荫前辈、小晴前辈、默默前辈跟伯乐，哦，谢谢小星星的人气星星哦，你跟这个好搭哦。八点半开始录，现在已经8:55了呢。坚持着，被吐槽的很充实吧？是队长大说的还是头目说的？我今天是室友去参加下午的录影。你说队长大吗？才没有嘞，我们家黄秘书说我们家晨晨变活泼了，好不好？还没开始，可能要等一下，可能应该是稍微有点延后了吧。下午的录影是什么啊，大福哥？在没有你的世界，我哪有带坏晨晨？我只是让晨晨变活泼，好不好？小朋友就是要吵吵闹闹长大啊，活泼才是小朋友的天性吧，对吧？我应该没有说错吧？活泼又腹黑吗？没有，就是我们家晨晨就是很可爱，他真的很可爱。但是晨晨真的是让我深深的学习到了一课，就是晨晨前辈，就是小朋友很多东西都会学，我一定要做好，就是不可以太二阶，不然他都会学到我。这么说，是没错啦。我每次二阶的时候，我都跟他说：“宝贝啊，这是不可以学的哦，啊，你要知道哦，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不要跟我学习。”然后还有带回阿丽吗？没有，阿丽是让现在开始让大家看到他真实的他了。我们家二阶丽，祖祖还是小朋友的意思咯。嗯，我不是小朋友，我是大人了，所以我不可以影响小朋友的那个成长发展这样。我是大人，但是我是小孩子的心灵，所以我还可以很活泼。下午来宾是乐天女孩凯什么彩珍。凯跟彩珍是吗？还是什么意思 ？Hello， 栗子，玲玲也进步很多，勇敢发言。对啊，其实玲玲真的很可爱。那她就是因为以前讲话就是可能就是太直接了，她现在就是会修饰一下她的话语在讲了，所以她现在讲话就还不错。那这样就是你在带会啊？才没有嘞，我只是开关。粉红梅花啊 ，Hello， 龚春明。Hello Only，Hello 小猪耳朵 ，Hello Cos 一，意思就是要人学，什么意思？粉红梅花出道了，对啊，我看到了，恭喜！请晨晨珍惜未来，远离叔叔。你确定现在能讲这种话吗？什么意思，西恩？为什么不行？那你有学到什么吗？你说，以一个小朋友来说吗？我学到。花心这件事情是正常的。然后，有好多个宝贝是对的。明明就是带坏人家，我没有啊，我没有。很期待他们的专辑。对啊，没有毛良，不是真的没有。Hello 索隆，凯沃，凯沃的，哈。咦，我觉得你可以多看看布丁前辈的舞蹈，真的，我每次在布丁前辈旁边的时候，那个站位只要在布丁前辈旁边的时候，你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他跳到都，就是你知道要飞到天花板上面了，我都跳不起来，哎，我真的每次都很紧张，尤其是 Only Today， 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那个学员，我天哪，我是不是肺活量真的是
我应该也就比他大几岁吧，我应该没有肺活量还太差吧，我这为什么跳不起来？谢谢马蹄，我要叫阿丽远离你，不可以。我有没有听错？没有，原来宝是正确，没错，偷了假花心是正常的。这是我学习到的最新的，对不起，我偷看一下讯息。你谁？你祖祖会有压力？我超级紧张的，好不好？你的脖子怎么？你说，心得是吧？对啊，就是学习到的。有机会看一下马友前面的韵律，你应该也能那样跳。没关系，但马友前辈他力道太强了，我可能，我向林一前辈学习就好。也不行，林一前辈也是属于跳到天花板上面的，不行，我再找一个比较没有跳到天花板上面的。比较没有那么肺活量那么好的，我跟七七姐一起好了啦，我跟七七姐走气质路线，不要那个跳不起来，我跳不起来，我跟七七姐一样，我们走气质路线 ，OK， 好不好？我们不是跳不起来，我们是走气质路线，没有，原来宝真的不是。Hello， 小老鼠 ，Hello， 叮当鼠 ，Hello， 西恩 ，Hello， 阿哲，跟卢卡一样学习气，卢卡也是跳起来的，卢卡也是属于跳到天花板上面。七七姐可以，你吗？我也可以走气质路线啊。谢谢汉的心之冠。我们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嘞？这首歌不 OK， 不 OK。为毛我的手这电脑一直宕机嘞？我们来听个飞鸟合唱好了。对，我是走气质路线，第一句话是真心的，所以你说雨晴前辈跳不起来了，不是，他不是跳到天花板的那种，他是属于走气质跳法的那种，就是没有跳到天花板的那种。老师改歌单，我要看 Bellflower 组跳 Beginner。啊，讲到 beginner， 你知道吗？我一直被那个被林一前辈还有潘潘笑我的日文发音。他说那个嘻哈萨雷达酷萨雷哇，那个我会唱嘻哈萨雷达酷萨雷哇，然后我一直被笑哎。没有，原来吧，我的意思说七七前辈是七七姐是跳气质路线的 ，OK。跳舞也要慢慢加强，太急着做相同程度容易受伤。没错没错，桃瓦哥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不要跳起来，不要跳到飞到天花板上面，对不对？慢慢来慢慢来。Hello 老沙，真的是蛮有趣的口音啊。嘻哈萨利亚。Hello 博弈 ，Hello Jarvis， 超奇怪，小朋友学日文，男一很可爱啊。所以我之前才被 Mayu 前辈说很像小学生啊。怎么你的日文听起来很像泰文啊？真的吗？我的声很像泰文哦。其实我不太会，我知道泰文那个泰文是什么，萨瓦迪卡。谢谢要怎么讲？空巴哇，不是空巴哇是日文。对不起。Hello 飞镖，我想一下哦，我应该记得啊。谢谢怎么讲？谢谢是啊，卡布卡怎么我一回来在讲萨瓦迪卡？买菜，买冬瓜。麦冬瓜是什么意思啊？我记得之前 Lisa 好像有讲过，对不对？小星星，麦冬瓜，麦冬瓜是什么？相当好看，可是这个是剪刀石头布的，猜拳大会的，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哟。王美的对焦手势，来，为大家用一个王美对焦手势，应该是口本卡，是不是？好，口本卡。下个月运动会有卖的话，你就要买。
我要买西瓜，请买哦。这样有网美手势吗？有对焦吗？买冬瓜就是不要怕哦，买冬瓜胸章好看，谢谢凤宝宝。Hello 飞鸿，你要买西瓜。Hello 四季，应该是口不开。我残念的猜拳大会呀，为什么不行？你讲泰文讲成日文，我笑啊，马哥不要笑我啦，我的这个这个残念没有抽到50收。这个是要抽到哦哦，你要抽到才可以去现场是，所以现场没有抽到的人不能有他是不是？没有送啊，他是送的是不是？昨天中午的安科路，你们后台听到一堆萨利亚吗？没有，我们没有听到萨利亚，萨库拉有，但是我记得那个有人跟我说，安安打给雨露前辈。暗扣路 ，Hello 休息呵呵，神你好，神猪 ，Hello 树葡萄 ，Hello 燕燕，有票也是用抽的，那我的意思是说，那如果没有票的话，他这个是用送的，还是你们要用买的？研究一个公园曲契儿 reset， 好想见到你 River reset， 打错了，公车名，谢谢凤宝宝的糖果，现场好像也要抽。啊，真的、哦、！Hello 噜噜秋 ，Hello 笨猫，送的呀，有票才能抽，真的、哦。Reset 是 R E S E T 吧？应该是，我应该没有拼错吧 ？Reset 是 R E S E T， 萨利亚，萨利亚，你们真的有人喊萨利亚、哦？真的有吗 ？Hello 西恩 ，Hello 史密斯 ，Hello 为爱心。的立可 ，Hello， 新立可，你好，立可。那天有人这样喊吗？对啊，有吗？有人喊萨利亚，我没听到哎、欸，但是我有听到有一个长音尾音，就是萨库拉，萨库拉，是谁？自己招认，快点，是谁？是谁？我们是 Team 萨利亚，我要是听到的话，我应该会笑爆，真的很好笑哎、欸！我真的没有听到，我真的听到的是萨库拉，萨库拉，萨利亚、哦，好饿哦！我很喜欢吃萨利亚的披萨、欸。Hello 幻影战士，电脑宕机，跑不动。你叫猜是林狗，真的吗？是林果吗 ？Hello Vivi，Hello 果妈。是飞宝啦，真的假的？是飞宝吗 ？Hello， 幻影战士，飞宝应该现在没有办法看，他应该听不到声音。山顶一群粉丝喊萨利亚，真的假的？那应该是因为太山顶了，我们听不到。我很开心耶，很开心，真的觉得每一次有公演这件事情真的很开心。我承认我萨利亚，好、哦，喊到最后没力就有休息没喊了，真的吗？哦，打屁股小星星，打屁股小星星，你会被林依前辈打屁股。趁他不在的时候，快讲他坏话。哦，一定是飞宝宝啦，飞宝宝一定是拉长音的。是谁啊？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听的那个声音真的很明显。萨库拉，萨库拉。我跟慧慧两个人就说，慧慧就说，你听有没有听到有一个人？就是讲那个萨库拉，有一个拉拉长音。我有朋友第一次进去看到你们，觉得音组不错，哎，真的吗？飞镖，我们有听说，我有听姐姐说有人来经过，然后问说，就是这可以讲吗？嗯，我还是不要讲好，我怕我被姐姐ban掉。反正就是有新的朋友们有进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就是公演。他犯随偶像，超像二姐。嗯，没办法，谁叫他是飞宝宝嘞？袁飞宝啊。这样一讲，我好像也有听到，对，萨库拉，萨库拉。Hello， 第一奇迹。真的吗？真的啊，真的啊，什么飞镖？哦，你说你朋友进来吗 ？Hello， 女神第一次看到女神很性感，你今天看到我很性感吗？
我今天很性感吗？我今天很性感吗，宝宝？飞宝宝真的二戒了吗？嘿嘿，趁他不在讲他坏话。他还跟我说有看到几个成员觉得不错，有讲到我，真的，好开心哦！我一定那天很漂亮。谢谢一层的苦糖果，Hello 切尔登，大家 trick or treat，trick or treat， 不给糖就捣蛋，再不给糖就捣蛋，要一直捣蛋，捣蛋捣蛋。一层 ，Hello 老鼠 ，Hello 小老鼠，谢谢切尔登的糖果。可能那天在他眼里真的很漂亮吗？还是他是因为我？还是因为我跳得很漂亮。存在一存存在啊，平生平生。Hello 哈，不应援就捣蛋，请开始你的捣蛋啊！所以真的不给糖哦。Hello 向左展小恶魔，用尽余生的勇气。这我就不知道了，一定是我长得漂亮，说话又好听，然后讲 MC 的时候又有趣，然后觉得我是一个风趣又优雅又气质的女子，所以决定要觉得喜欢我，因为我太漂亮了，太有气质了，然后太聪明了，然后又太有趣了，然后又太可爱了，然后又可以性感，然后又很帅气这样。然后又很正这样，我终于知道你什么地方像队长大，什么意思？这一段自肥也太流畅了吧 ！Hello 三幺，什么东西并没有？你说我并没有太吵是不是？原来吧，嗯，我也这样觉得。家里电脑开不了网页，好，前提你手机还有电吼。太多咯，刚刚讯号不好吗？这段可以再来一次吗？我忘记了。你在讲什么？我在讲说我的优点啊，树宝宝。还可以傻乎乎的，好可爱的那种，对不对？全听。Hello 草莓风暴，对呀，我100分哈，自信心100分。刚刚卡住了，怎么这么不会看眼色嘞啦？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宕机嘞？刚刚有录影的请举手。我没有。Hello， 嘎比。身为同个星座血型的，我就不说话了。我真的觉得金牛座是一个非常棒的星座，就是你知道吗？持之以恒，然后又很有耐性，然后又很棒，你知道？然后又很有气质，然后又很有趣，又很风趣，你知道吗？我觉得金牛座这个人真的是很棒的星座，我觉得超好。没有听到是不是树宝宝？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超棒，真的。然后 B 型呢又很随和，又不会太机车，我真的觉得超棒的。你想到的两种傻乎乎都有，就是又是清纯可爱，清纯可爱，然后性感美人，性感美人什么？性感动人，然后气质美人这样。然后以下星座自肥时间，树宝宝，你手机要去换喽。12出了哦，12出了耶，12出了，我都不能否认，是不是三哟？我觉得我们好棒哦，我觉得我好厉害哦，可以。主主也是金牛座吗？对啊 ，Hello 冯甲人 ，Hello Web。我觉得你跟女神一号的一样都有气质，金牛 B 涛哥有气质的星座，难怪我会来。飞镖也是金牛座吗？还是你喜欢金牛座？猪猪给我钱钱，你怎么会跟金牛座要钱钱呢？你知道金牛座是会计高手吗？而且我要也是买东西给我们家丽宝宝啊，对不对？树宝宝，猪猪请给我钱，元旦宝欠揍，打手心，性感又可爱，嘎逼。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我有多喜欢金牛啦。陌生城市雅的哦，飞镖，哎，对耶，我没有发现，真的耶，好酷哦，好酷，好酷哦！我现在念出来才发现，姐姐怎么那么好看，那么好看怎么办？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是为了我而出的歌哎。金牛座是对好朋友的阿莎里，对，
真的，对我的宝贝很阿莎莉。祖祖，请帮我管钱，很好笑哎、欸，很好笑。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跟我讲这件事情，他们都说祖祖快点，你帮我算一下，这样怎么样怎么样。谢谢杨公公的 love love， 陌生的陈思雅，为什么 ？Hello 志祥，我蛮多朋友都跟我讲这件事情的，就是要我帮他们算钱钱这件事情。而且你知道吗？我会计一百分哎，99分啦，我好像99分毕业。这是一首歌的歌词，这么好看怎么办？祖祖好看怎么办 ？Hello 燕燕。祖祖也是小富婆吗？祖祖是喜欢经营理财，是这样吗？理财管理吗？还是什么？投资理财啦，投资理财。Hello， 小说，我不是会计系，我是行销，但我们有会计课，然后我99分，期末考啊，期末考100分，学期总成绩99分。感觉祖祖很适合唱我怎么那么好看。好啊，我们来听我们怎么那么好看。哈，新的歌该不会是不是哈，该不会我新的洗脑歌是我怎么这么好看吗？ Hello Loli， 给金牛座管权感觉不会破产，那就要看金牛座正不正直了哟。Hello， 思源，钱给我管，你归我管，100分，树宝宝这个有撩到哎、欸、哎、欸，这个好厉害哦，我要把它截图，我要学习，学起来，拿去滴滴人家。谢谢思源的心之管，先不要，你又挖到一首洗脑歌了。对啊，这么好看怎么办？弗朗弗朗，谢谢思源的心之管。阿丽吗 ？Hello， 小雨宝 ，Hello， 冰大，谁啊？切尔东，谁臭弟弟？你学起来要撩谁？很多人啊，很多人都可以撩。嗯 ，fla fla， 我转，耶耶。fla fla。追赶，波澜，啊，梦幻。晚上好，宝宝，听说你要去走秀，见不到我了。QQ， 对呀、啊，撩你好，撒优，我跟你讲，钱归你管，不行，钱还是归我管好了，我归你管，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Hello 杜 ，Hello 祥婷，朱滴滴，刚刚在卢卡那边飘过，好像听到我的名字，真的、哦、有我的名字吗？要跟我联播是不是？祖祖不要再学新歌了，害怕，反正别丢下我不管，别什么 ，Everybody， 演我的美把你淹没，这样也行，厉害。听说到说摸小房间什么意思？飞镖。Hello 阿爸，刚上完家教课，下课看祖祖。Hello 流星，有没有台东的朋友们 ？Hello 雨瑞加阿花，晚上好呀，阿爸打错字，跟国宝联播嘛？今天有吃鸡吗？看一下。好像没有，对不对？有哎、欸，今天有哎、欸，10月26号10点，今天有吃鸡，好像不能播了哎、欸。哎、欸，还可以哦、喔。谢谢阿花的心之罐罐，谢谢阿花。好像说到什么小房间，什么小房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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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邀请看活
钟，我等一下想要去找章鱼宝。好啊，他也在播。对啊，只是闪过卢卡。哦哦，嗯，怕爆。你说什么？没有，没事。怕爆。Hello， 志伟哥，还是要看你要不要看去喵姐呢？喵姐现在有播吗？一上来就滴滴，一上来就滴滴。Hello， 大黄蜂，突然爆音，谢谢红，谢谢宏伟的苹果。你要不要戴耳机啦，宝贝？这样会收音会比较好吗？嗯，还是嗯，而且不会那么大声，吵闹的直播。好好好，谢谢阿花追踪，谢谢你。Hello， 想听最强的两个人了。我看一下哦，等一下，是几分开始不能连播啊？有吗？有不行吗？为什么不行？今天要吃鸡啊！今天有那个吃鸡的活动了。哦、oh, ，所以我应该要逃吗？别逃啊！两个长腿姐儿，谢谢饭团的心之罐罐。阿布不会念的绿，突挂听突然吓死。我要去雨林那预告一下。哦，好啊，还是我现在先去找他，然后我去找他两分钟之后换你去找他。都可以啊，看你啊，你都我都可以。因为我想说去找他一下，他好像还没有连播过。你说他好像什么？他好像还没有连播过。啊，真的吗？那我们等等都去找他好了。他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开播啦。我是说他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八点半吧，我记得他八点半播。我不知道哎、欸，我刚刚有看到他四柱之二，我是长颈鹿，他是马，好烦哦、喔。马跟长颈鹿，对，我们是马鹿。德全说，我刚刚吓到，说连就连，说走就走，说连就连，说走就走。好，那我先关掉，我要去找一下那个了。那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找完他？你计时两分钟，23分。那我25分进去 ，OK。好 ，OK， 拜拜，拜拜，等下见，拜拜，拜拜。好，我要来去找章鱼了。讲得出来，马路原子猪宝贝啊，你要不要戴耳机？这样比较听得到我说话。戴耳机，嗯，不会啊，你听得到？我听得到。好啊、嗯，那一起。你是不是第一次连播？174。对啊，我们是高，我们刚刚高个直播哎、欸，我跟你讲，幻影战士还有雨林，真的、啊、真的。哎、欸，树宝宝刚说他要去你那里，然后说叫你不要答应我的联播啦。他们所有人说，哎、欸，就有人来说，哦，原子主要找你联播，然后所有人说，哦，祖祖妈，那我先回避了。好笑哦！是不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欸，所有人听到你就跑了。我也不知道。祖祖，你知道马路的意思吗？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圈。又要爆音？没有了，还好。希恩，我们家听不到祖祖声音。我们家应该是聋的。我们家章鱼声音很大吗？台风哦。是的。马路为什么是笨蛋？为什么马路跟雨林妈妈声音有点像？有吗？你说你的声音还是我的声音？哦，说，马路文日文的那个笨蛋，对啊，马路，马啊，我不知道笨蛋怎么讲，八嘎，马路，马。我声音很难听。你来跟姐姐说嗨。哦，要用日文发音是不是？Hello M 3 啊 ，Hello 阿六。啊，别生气。为什么汪汪生气？这个音量好难听。他不喜欢我是不是？汪汪，因为我想要抱他，然后他就生气。雨林姐姐。臭汪汪。树宝宝说他觉得你的声音很小声。我的声音很小声吗？
祖祖，你喊的声音新西兰还是大件？我听听，我听听看声音像不像？西兰、哎，西兰，知道吗？有，你这样鼻音很重。真的吗？我今天鼻音有点重，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今天有一种全身放松了以后起来，声音就变成这样了。前面睡了一觉，是不是？祖祖太大声了，才没有嘞。Hello， 阿花。哦，四宝宝，是不要一直晃我的床。我的声音有像章鱼妈妈，有吗？有吗？像吗？你现在是用那个 Halloween 的那个吗？对啊， Halloween， 很可爱。你不要一直晃我的床。今天声音不算大，对啊，我也觉得。你说我的声音吗？对啊，果果说等你们吵完，咪咪好了，哎、欸，好了，25分了，那个换果要来找你了，先这样子，拜拜，拜拜，什么？拜拜。阿花的糖果，果说好好好，可以。果妈来了，要 change 了吗？对， change 了。然后我们再来找谁来聊天呢？我们来找个慧慧吗？我们来找个慧慧好了，趁还不能播之前，趁不能连播之前。Hello， 威宝宝。Hello， 易凯。不会吧？该不会我家慧慧拒绝我吧？深深怀疑我们家慧慧拒绝我哦，啊，他没有答应我呢，他为什么没有回答我？那还是我跟肉肉播。啊，我在联播中，为什么？小慧好像念榜了，可是他说我在联播，哎，为什么？我为什么在联播？我怎么自己不知道？啊，可以了，可以了，他要下播了，是不是？好，白啊。Hello， 切尔东 ，Hello， 一凯 ，Baby 呀、啊，小宝贝，我们家肉肉说他最爱我了，对不对？那昨天的时候，对，嘿嘿，因为祖祖帮我喷那个沙龙帕斯，章鱼台在播好运来，章鱼在播好运来，哎，什么是好运来？好运来是。好运来是我的主题曲，你要听吗？我放给你听。好吧，我只能放给你听，我今天不能唱，因为它这个要中气很十足才能唱。然后我今天有点中气不十足，所以我今天不能唱。好哦，好哦。好运来，对，好运来，这谁呀、啊？这是我们家肉肉宝贝啊！来，肉肉宝贝，帅一波，帅一波。哎，我的宝贝啊！七七姐又要去当绿光战警了嘛？对啊，来吧，不同不一样的爱。噔噔噔！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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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肉肉比你大哦。绿光，绿色荧光棒举起来。绿色荧光棒举起来，红色荧光棒放下来，绿色荧光棒、红色荧光棒同时举起来。哎、欸，这首歌是我的那个哎、欸、主题曲哎、欸。Hello， 塞哟，这是什么？好运来啊！你下次可以播哦。你说帮你播你，就是你播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那我也有我的主题。那你放什么歌？超过100分的那命来香菇。主题曲，我的主题曲，像我们家，谢谢小风仔的心之冠，像我们家那个谁。潘潘啊，就是的主题曲就是眉飞色舞，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易云给他的。
我的主题曲。好，来，大声一点。流行歌曲交流大会。像我的头上。宝贝啊，有点宕机，听不太到呢。可是我这里很顺哎、欸。啊，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当力气都耗不尽，需要收一收。可我就是每天的出口。关掉了，时间到了啦。时间到不能连播了，拜拜。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看小张去果果台，我的迷你猪被猪妈拿去了。Hello 单细胞 ，Hello 香菇 ，Hello 龚真明 ，Hello 小公主生日快乐的梦，眉飞色舞。猪，你不要洗脑跟我不同组的成员呐、啊。我决定了，就从肉肉下手吧。Hello 小白兔 ，Hello 树宝宝，女神，你记得我会什么乐器吗？钢琴。他们好精彩的话题哦。他们在讲什么？飞宝宝，欢迎回来。Hello 卫星一子，你们今坐到里面了没啊 ？Hello 如哥哥 ，Hello 婷哥。好啦，我就不荼毒大家了。今天来个爱的魔法，如哥。嗨哟，刚荼毒完就秒被断线了，因为9:30是那个啊，要他们要吃鸡的时间。再讲一个叫原子族的人，然后他们说了什么？是不是说我坏话？有没有说我坏话？说我坏话要打屁股？没有，我没有看过你小时候表演的影片，录影去，你加油，好好好，你赶快去录他们。要赶快录漂亮哦，飞宝宝，还好，好运来结束了，飞宝宝拜拜，专心看表演。爱的魔法，呦，谢谢志伟哥帮我分享直播间 ，Hello 奇异恩典。我以为是爱的魔力转圈圈，没有，我们听爱的魔法。今天 ，Hello LiQ 啊 ，Hello QQ，Hello Camille，Hello 小猪耳朵，我跑步挂听钟，好，是说为什么？很小声，现在很小声吗？好好听到与章鱼妈放好运来，现在好想听乒乓乒洗耳朵，乒乓乒吗？那我们等一下听完爱的魔法听乒乓乒好不好 ？Hello 吉思阳 ，Hello 沙鲁，哟呵呵，宝贝们，我记得我有拿口红过来，可是我的口红去哪里了？可以先不要吗？你说乒乓乒还是什么？乒乓乒很可爱耶。乒乓乒，乒乓乒，乒乓乒，乓乒乒乓啷乓。他们说为什么不是原子族会很小声？真的吗？真的会很小声哦。Hello， 乒乓。女神，我明天也会播吗？我应该会播吧，我记得我明天有啊。嘟嘴巴，好像有点妈妈嘛，啊妈妈嘛。欢迎战士，我嘴巴好干哦，嘴巴好干哦。Hello 汉，明天不是有播吗？嗯，有，应该有，我记得有。Hello CJ 103，这礼拜官方资料，这礼拜是。一二对，还有好像礼拜四吧。树宝宝，明天一样的时间，运动会我一定会给你看到我本人一眼的。好，我跟你们讲，你们大家觉得我看起来要弄润唇膏吗？你们觉得我会参与什么比赛？我觉得我们撒库兰应该会赢吧。你们有打赌谁会赢这件事情吗？这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有劝你们？拔掉的意思啊，好了，算了算了，你们不可以拔掉，拔掉是不对的哦。好，会有风险哦，哈。Hello， 撒油，跳高或是跳远吧？哦、oh, ，你们觉得我可以参加跳高或是跳远是不是？好，那我也可以把这个当一个参考数据。怎么了，婷哥？
Hello, Ludy， 欢迎回来 ，Ludy。当然是大跳绳啊！都卖了，你们觉得呢？都买了我们，哦、我想说卖了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卖掉？你可以跳高吗？我没有跳高过哎、欸。反正绝对不要给我篮球啦！每次大家看到我这身高，都说你一定很会打篮球。结果呢，我的篮球超烂。重新整理，刚刚卡住了。好，我唯一只选 Daisy 组啊。嗯，那喵姐怎么办？点花香精，那零一前辈怎么办？那头目怎么办？那我怎么办？莉莉怎么办？我差点说莉慧怎么办？莉莉怎么办？慧慧怎么办？我压了英祖，英祖给我加油。是 ，Yes sir， 撒油 ，Yes sir， 我会努力的。姐姐，我功课，我赶功课，所以先挂听哦，抱歉。好，你先赶快写作业，风宝宝，你明天还得上学呢。可是理论上，你手举高一点，不就赢一半了吗？可是问题是，手举高你要打得到球啊！你手举高了，你的球挥空了，你不得球就被人家拿走了。喵姐不是我雇的啊，林一前辈也不是吗？童木也没有吗？我也没有吗？林一前辈，姐，林一前辈讲过了，莉莉也没有吗？慧慧也没有吗？婷哥你太过分了。差点说安安，可是安安不是我们这组的，可恶！祖祖应该是站在场边骚扰对手吧？才不会嘞，我会很认真加油。祖祖跳远不错啊，跳远还行，跳远还可以。喵姐是你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喵姐赶快暴走啊！没有吧？元旦宝是我，我会被某位朋友杀掉。你会被谁杀掉？英主要也是我啊，没有别人了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说目前现在直播这里，你会被没不会啦，原来宝你不要害怕，要杀也是婷哥被竹妈抓走。英主目前只有我 ，yes， 赞！阿丽留我，其他你拿去。阿丽是我的，你没有，树宝宝。等等，我是你，你可以说完整一点吗？你是我的原奶宝，像飞宝宝也是原飞宝。修蛋为何又是竹吗？因为要绑起来呀、啊。英主只有推我，所以只能买 Daisy。那你啊、好吧，你们我在唱歌啦，没事。好，跑100公尺，好，我跑100公尺，我应该我也蛮想跑步的。英主我唯一推竹吗？这样可以吗？竹妈要应该也不是萨库拉竹，他应该是属于走那种，他是嘛？竹妈不是，竹妈不是，竹妈不是那个风格。竹妈要应该也是去，应该也是去 Bellflower 组的那种，帅气、性感风。英主领领我的算了，英主不好宣示主权。英主组组我的算了，没有英主组组我的，我可以在 Daisy 组帮我加油吗？我怕你被 Daisy 的坐在 Daisy 的人里面打，你还是帮 Daisy 组加油好了啦，好不好 ？Hello， 小公主 Vivi 的梦，只推英主，所以还是买英主，赞，撒油赞。Hello， 切尔东，竹妈是。MON48C 位可以，我觉得可以。花生糖草主必胜，竹妈是走比较，竹妈跟我的风格不太一样。就是大家，你不是飞宝的吗？我是大家的，飞宝是我的，这样才对。Daisy 加一，虽然应该没救了。安安花生糖，明天见公车迷。不是不是，我要跟你们说，你知道之前就好像是谁跟我说，是章鱼吗？还是谁跟我说？我忘记了，好像不是章鱼跟我说，说我还以为你的妈妈是像那种中国小姐，然后很有气质，讲话应该是这样子，然后轻声细语的感觉，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家里是就是妈妈是那种比较文静的妈妈，就后来大家来我家的时候，发现我妈是一个这样子的妈妈，他们说吓一跳。然后竹妈就是因为竹妈很 man， 然后
每次我不是有跟你们讲，每次打电话来那个电话那边都会说，王先生你好。Hello， 豆豆讲了明晶，没有人会去跟我抢飞宝，随便拿去。你好过分，苏宝宝，飞宝宝看到会有多难过？竹妈第一次就开车吗？竹妈第一次没有开车的意思，她的意思纯粹很单纯，就是要帮走你，帮你介绍女朋友，差点说男朋友，女朋友，不要那么快放弃啊！刚刚那个是哪个？是哪样？什么？是表示竹妈平常是开悍马车的吗？什么是悍马车？竹妈教你第一次开车就上手。Hello， 人好，没有，没有。Hello， 透露长，今天好多人直播。对呀、啊，因为大家今天都跟周公约会完了，就大家就直播了。像我今天早上也跟周公约完会了，然后现在跟大家约会。谢谢明晶，谢谢你加入我的场景桌，我爱你。听歌也可以被介绍男朋友啊。对他，因为他很正吗？明白。悍马是美国品牌，台湾跟美国现役军人哦，很有可能他大概就是开坦克车的那种类型。Hello， 莫里斯，军用吉普车，竹马是吉普车系列的，两只手机一台电脑都不够用，没关系，你们可以先去签到啊，记得回来陪我聊天啊。现在几点啊？我看一下。现在9:41，那我播到10点好了，今天播到10点。谢谢凤宝宝的人气星星，我这几天要早点睡，我要来跟周公约会，补个眠，乖乖睡觉。是啥呢？先，你说是可以找男朋友是不是？不要疑问句，谢谢凤宝宝的人气星星。明晶是那个默默的粉丝吗？又一个被好运来洗脑的，真的假的？明晶也喜欢好运来吗？明晶是不是也有拿到我的彩带是吗？好，那你去赶快去林杰前辈那边签到一下。周公很忙，对，周公最近跟我们 TTP 可能稍微有点熟，他最近要跟很多人下棋。祖祖这礼拜你的直播我只能上来签到哦。你说礼拜二跟礼拜四吗？为什么？不可以。谢谢小说的玫瑰。等等，我不是说男友好吗？对啊，你说男友很好啊。男友很好。对，接到彩带了耶、yeah, 谢谢明晶，谢谢你接我的彩带。因为我有看到我那天就是丢彩带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女生这样咻把我的就是头移开了，她不接我的彩带，让我有点受伤。听歌性取向原来是他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我们不能这样子去强迫人家，对不对？我们表示支持，有空还是能说说话的。好，原来吧，这星期必须要下去东部一趟，真的假的啊？你什么时候要去东部啊？我这个礼拜也要去台东哎、欸，我这礼拜有台东的秀哦，请问有没有台东的朋友们？我要去台东走秀。Hello， 雨瑞家的阿花，你好阿花。Hello， 祥婷，祖祖都不丢彩带暴击我的头 QQ。可以不要这件事情 QQ 吗？不要这样，透露长，不要打爆你的头啦！好啦，你在哪里，透露长？我跟你讲，如果我知道你在哪里，我一定丢彩带给你，但不要打爆头，好不好，宝贝？不要打爆头。台中演出吗？你在台中演出是不是阿花？台东，好远哦。没关系，如果大家没有来不及，就还是不要。这礼拜星期几呢？五跟六好像有各有一场，可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时间到底是什么，我确定时间跟大家讲。我只有暑假才有机会去台东，其实我没有在你前面啦，你吓我一跳，偷偷讲，还是要保护好头好吗？大家，我还是很担心我们会 K 到你们。宗勋，你的彩带够长，麻烦丢到对面好吗？
你说我从左边丢到右边吗？有点难，有点难。台东，对，去台东。哦哦，你去花莲，礼拜六在嘉义。哇，糟糕，我好像刚好放假哎，真的假的？我确定跟你们讲好不好 ？Hello， 德全，台东对我来说比台北近，没有。啊，哪有？台东对你来说比较远吧？哎，没有啦。台东，台东你没办法，你没办法到，你还是要从台北那边绕一半圈去，所以台北还是比较近。放心，我会 take 我的，好，你会 take 我的，好，我偏不保护，在额头上贴，丢爆我呀，好，廷哥你说的哦，全部人大家截图廷哥，廷哥下次说就要丢爆，大家下次我就在那个我的彩带那另外一端丢，绑千块，好，绑千块哈。明天也在花莲，可是我是周末、啊、所以阿花，你可以跟那个，你可以跟那个原来宝两个人约约手牵手去 dating 一下，先去台东沈文成的歌哦，真的哦、啊，来去台东是不是 ？Hello， 落日一下下，差不多吧。我本来说我要听什么歌啊？对，我要带千块，要小盒子给我吗？好，祖祖你不要打到 Steph 姐姐的，我本来说我要放什么歌，我忘记了，有人记得吗？有人记得我要那个吗？要干嘛吗？你内向害羞啊？好吧，那你先自己去玩。我刚要放什么歌啊 ？Hello 明晶 ，Hello 451，怎么办？我现在脑袋空白，我完全忘记我刚刚要放哪首歌。我想看啊、哦，我想看，Hello 博弈，六场公演 ，Steph 姐姐投 IK。是，好可怜哦，这样不行啊，我想一下，等一下，我刚要放一首歌，我刚要啊，乒乓乓啦，对对对，乒乓乓，乒乓乓的英文怎么拼啊 ？P I N G 吗？还是 B I N G 吗？谢谢原奶宝的 love love love， 对，西恩对，乒乓乓怎么拼啊？英文。也要害怕，我在啊，不要害怕，我刚刚红。我们要丢远一点，我觉得我很厉害，我可以丢到很远。找佩佩猪吗？好，佩佩猪，然后乒乓乒 ，Hello 香菇乒乓哥是不是？好。现在如果现在寄食物给你，除了点心，你还需要银杏，不行啦，现在不能吃了。但我们好像蛮需要银杏哦。讲到银杏，大家要记得哦，银杏不能吃太多、哦，而且要找那种就是那种已经乒乓吗？还是乒乓啊？乒乓乒，好的。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因为西恩想听。谢谢451的星梦应援棒，船长李憨憨最近都不乒乓乒，害我有点寂寞。好的，我帮你跟韩寒前辈讲。乒乓乒，乒乓乒，佩佩猪上，是这个吗？安整没有跟你打招呼，谢谢顽皮的心之冠。问题是你记忆体的效能越来越差了。大家的好朋友，乒乓乒怎么不见了？乒乓乒，乒乓乒，乒乓乒乓乒，乒乓哥嘞？啊，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还很累啊？你说我身体很累吗？我还是稍微有点想周公。这是我的爸爸。小猪佩奇。小朋友们一起坐小车去郊游。谢谢嘎逼的 love love， 感觉好，还没恢复好，还是有点累累的。对，我有点累累的。谢谢原奶宝的玫瑰，四天六场很累吼。我是全餐宝哎。身心累吗？心还好，身蛮累，小小累。咩，好，我们跳过卡通的部分。
来喽，乒乓哥，他好像是中文版的哦。银杏有唯独性，要再制作过才能服用。对，没错，马哥，四天六场真的辛苦了。你们最喜欢我哪一场？我也全餐啊，嚣张什么？全没餐。哦，听歌哭哭，没事。一个红苹果。一个红苹果。你怎么知道我叫周公？不要太想我啦，兄。嗯。阿力揍他。阿力，周树宝宝 ，Hello， 威尔森。好的，我参四场都累了，真的假的？德全，为什么没有乒乓拼？为什么没有乒乓哥？好，唱首歌吧。洁癖洁，我都找周骂，谁会骂？谁找周骂是什么意思？哦，周是累，有一个阶段会腔调，怀疑你到这个程度了，还好啦，今天没有到很累。Hello 毛良，只是因为可能因为我刚刚有睡一下，然后现在起来，只是平日场主主感觉跳舞很有自信呢。只看平日场主主感觉跳舞很有自信。哎，谢谢到了家了梁山伯。威尔森，我听歌什么？听歌这个全没餐的，猪猪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吧？猪妈绑起来，通通打屁股。礼拜天要有人陪，所以礼拜天我就没有买票了。好，怎么那么短？我的乒乓歌就没有了。然后前面卡通怎么那么长一段？我知道，我爹未来不是 Hello Kent Hello Only。那换一首 YouTube 找一定有温开水 Remix。听说布丁最近还在放这首歌，对啊，因为我们在后台的时候他会放这首歌，但这次没有，他这次没有，他上次有放。小心词不要念出来，什么词什么词？听歌，撒腰。你真的腔掉了啦，还好，谢谢原奶宝的花枝丁腿，竹妈先不要冲动，他的小老鼠，还是喜欢竹竹跳毒蜘蛛的那一个 uni， 真的、哦，你喜欢我跳毒蜘蛛吗？妩媚性感可爱一次满足，真的吼、哦，干大家辛苦你了，撒腰赶快休息，正常发挥。那你们觉得是谁？德全喜欢我毒蜘蛛的那一趴。那你们喜欢我跳哪一趴？可你就是唯一。星期四平日那一场啊，我跳王子殿下，我们是选雨露前辈的牌牌子的。然后我们礼拜天是选右边的宝宝们。毒蜘蛛是比较接近主族的风格吗？才不是嘞，逆转王子殿下才是。没有，我觉得白色情人节吧，我蛮喜欢白色情人节的。曙光爱情主族太性感，真的很有感觉。为什么是太性感？主族王子殿下也可爱。一上次首次的话，梦之中吧，真的、哦，你喜欢我的梦之中哦。啊哦哦！咋打到他了？吓死我了！很帅，真的、哦，你觉得我的王子呵呵很帅是不是？对对，拓展，我是不是王子殿下的风格？对啊呵呵。还有呢？你们喜欢我跳哪一首？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哪一首需要改进？还是有人喜欢我跳拼图的？你再这样讲，以后自己一个人跳最强双马尾哦，不行啊，我年纪就不符合啊，被他们说年纪太长了啊，不能跳。呵呵难得帅族，你说曙光爱情吗？毒蜘蛛主族的站位在我这边，我一直盯着我看，真的吗？我有没有性感？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有吗？
你的梦之中很帅，嘟蜘蛛很性感，拼图很唯美。谢谢婷哥，你太会说话了，婷哥。Hello， 志祥，拼图是气质族。拼图啊，我真的是，我这次真的腔调，我真的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萨库拉，对不起 Daisy。我真的，这次我真的是啊，而且都在错同一个地方。最好笑是听说阿丽因为我挑错了，因为嘟蜘蛛的表情不错，因为阿丽说我一直跟他讲说我去代役的时候这样，然后因为太习惯，因为我是后排，后排就这样完以后就接双手嘛，所以我就这样。你知道我真的吓到我了，拜托先维持帅足一下好了，好吧？歌声的部分再加强吧，舞蹈没问题，歌声还是要加强，你看还是会抖，还是会抖。年纪太长，这个地图炮好像有几个，不是因为那他大家都不能跳啊，我们有很多大家都一直就是很难过，说我们年纪太长这件事情不能跳，哭哭。帮补充 MC 很二界，MC 好玩吗？这次大家觉得我们这次 C 组 MC 怎么样？大一跟你的正事还是要好好分一下，对我两个搞混真的是，这很不对这件事情。Hello LY， 先 Q 一下喵姐的部分，看你们同组的喵姐、隔壁组的七七姐跟队长大，每次有进步觉得很棒，谢谢沙优，谢谢你。我没有得全，没有没有，我不是，就是大家就是都这样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没有没有刻意，没有刻意，完全地图吗？没有没有没有刻意，没有刻意，但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就是了，是真的耶。我觉得我这次，你知道跳完以后，瞬间觉得我的那个的马甲线好像快出来了。刚开始都是这样啦，攀带翼的时候都很怕跳错，真的，我觉得攀真的好。那个词叫什么？就是对我刚刚有一个词已经蹦出来了，可是我脑袋空白，然后现在又忘记了。我想一下，就是我觉得潘真的很，我很佩服潘，就是真的可以分得出来两组不一样，而且听说他两组的站位好像也不一样，他真的很厉害耶。如果之后有其他公演，希望组组有机会可以挑战一些 solo 的 uni 曲啊，我好害怕哦。祖祖太皮了，需要一些震撼教育。为什么我太皮了？我每天都在震撼教育啊，每天玲玲前辈都在震撼教育。原子主，桐木也是原子主，桐木不一样，桐木会这样，原子主，哼，而且他会讲哼哼，嘴唇要不见哦。Hello， 小雪莉的 darling。能跳代也代表对你们实力的认可，所以我一定要跳好的拳，真的笑死。潘真的记得很熟，很佩服他，真的他真的很强，他真的超强的。 Hello 鲁迪，有人在说我坏吗？没有没有，这样很可爱，真的真的有真的有，这个时候就要启动什么，那样有点可爱是不是？我也觉得。祖祖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Team SH 的公演直播或是影片？有啊，我超喜欢他们的 Love Trip 的 MV 的。公演的话，我好像有看过一次，就他们前一阵子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公演？可爱的这只长颈鹿带回动物园处理。我是说你那首歌好听，哪一首歌流行？你说 Love Trip 吗？我也很喜欢 Love Trip 这首歌，我觉得好好听哦。就是说略图公演最新的那个，对不对？最新的那个我好像有看过一次，那个好像是布丁前辈给我看，好像是 我忘记了耶。我记得我看过一次，但我忘记了。因为我最近在迷恋 NMB 48跟 BNK48， 潘潘范偶像出身，所以更懂得表演者跟粉丝两个角度要的是什么。你真的很厉害耶，祖祖不知道最喜欢哪一个 SH 成员，那个 Team SH 短头发的那个 Center， 我忘记了。我每次他们每次大家都跟我讲他的名字，我真的记不住，我记我宝宝名字就记不记得，
我宝宝的妹妹名字太多了，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前辈嘛，是不是前辈？应该是前辈，短头发，好像是对，刘念前辈，对对对对对。Hello， 吉思阳，对，刘念，对，阿丽有跟我讲过的样子。Hello， 如哥哥，小精灵，对，念念，你好，好漂亮，我很喜欢。而且其实我有一点点，小小一点点的短发控，就是中短发的短发控，我蛮喜欢的。宝宝名字太多，终于我自觉了。23号 NMB 十周年演唱，真的假的？那他们会跳那个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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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吗 ？Hello Edmund，Hello 思涵 ，Hello 切尔东，你说男生吗？什么意思？什么男生？你说短发控男生吗？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太多宝宝了，情留各处啊。对，凡走过必得留下痕迹，是吧？对吧？我拒绝参加吃鸡，他让我没有办法联播。还好我长发控。Hello Love You You， 那我去剪短发。你还会爱祖祖吗？怎么样，好看吗？不要偷偷喜欢你，阿丽揍他！阿丽快揍他！想知道答案吗？好啊，蛮好奇的耶。有点学姐，真的吗？像学姐是不是？短发也好看耶， yeah！ 但我应该不会剪短发。泡芙大叔，我不会剪短发。我短发会看起来脖子太长。Hello， 新人店长，我长了一颗痘痘，不过还是喜欢长发，好痛哦！有没有看照片？有一颗痘痘，好痛啊！啊，好痛！忽然间长痘痘。喜欢你的头发长，喜欢你跟头发长度没有关系。哦，听歌哦。突然 ，Hello Hello 叶英华，先别剪了啦，好 ，Hello Love You You Ice Cream 豆宝宝，现在脖子看起来也是很长，真的吗？宝宝哪里？什么东西哪里？脖子很长，长颈鹿又学头目，好，不管怎样都是长颈，好啦，十点了，好像有看到鼻毛。对啊，鼻子里面一定有鼻毛吧？不要牵一只，不小心让它退出，没事。痘痘在哪这边？有没有看到红红的？这边好痛哦，好痛哦！谢谢汉的糖果，谢谢汉 ，Hello C H I H。好的，那我要不要想鼻毛100分？好啊，念榜了哟，宝贝们，来。来哦，第15名451宝宝，谢谢451嘟嘟嘟。第14名玲玲保护队，嘟嘟嘟。第3名小星星，嘟嘟嘟。第12名雨瑞家的阿花，嘟嘟嘟。第11名飞宝宝，嘟嘟嘟。第10名小薰，嘟嘟嘟。第9名树宝宝，嘟嘟嘟。第8名自伟哥，嘟嘟嘟。第7名原来宝，嘟嘟嘟。第6名 only， 嘟嘟嘟。第5名嘎逼，嘟嘟嘟。第4名方糖，不是方糖。第4名请晴，嘟嘟嘟，以上。第3名嘟阿泽，嘟嘟嘟嘟嘟嘟嘟，谢谢阿泽。第2名整形男子，嘟嘟嘟嘟嘟嘟嘟。第1名小蛋糕，谢谢小蛋糕，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Hello， 冯甲人鱼瓶，改天什么？改天什么？改天什么什么？改天请他吃个东西赔罪吧，请谁吃东西啊？希恩，妮妮说你叫他赶快长大，吓到他了，什么意思？等等，把图放大给大家看啊！不要啦，干嘛看我的鼻孔？祖祖连跳4天辛苦了，谢谢流星。肉宝啊，吓死你了吼！没事，他是那个吃鸡时间到了。你有没有吓死肉肉宝贝？你是不是吓死 ？Hello 东东，嘟嘟嘟，晚安。好，原来吧，好，我会好好休息的。
谢谢婷哥，我会好好休息的。是露露，露露，我要关了耶，露露，我要一个一个拜拜了。听说你跟人家说连跳四天，你可不可以赶快长大？对，因为我就说，宝贝啊，你赶快长大，安抚人家一下啦，拜拜，神威。可是其实我们家妮妮快要长大啦，祖祖读蜘蛛100分，拜拜。听歌怎么了？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祖祖的表现100分，你说读蜘蛛吗？谢谢草莓风暴的骷髅糖果，拜拜。谢谢流星，流星拜拜。干嘛吓妮妮啦？我没有吓他，我在跟他开玩笑呢。我不知道吓到他了，因为没有，那时候因为我跟阿丽在聊天，然后就聊到妮妮的年纪这件事情。Hello 小老鼠 ，Hello 本丸梅子 ，Hello 小白兔 ，Hello 人 ，Hello 神威 ，Hello 小白兔，拜拜，我要关掉了呢。我也快长大了，嗯。你应该长大了吧，树宝宝？你应该长大了，因为你没有长大的话，阿丽的话就阿丽本来就是我的啦。其实，只是你没有长大的话，可能他说你很认真的讲，没有啦，没有没有，他应该是误会我了，他应该是误会我了，听不懂。我很认真的讲话，应该是对啊。应该没有，今天比较早关吗？下次聊好吧。晚安，全体。其实你个头啦，乱吓人。我没有吓他，我真的没有吓他。哦，可是可能对小朋友来说不能太好。我下次知道了，对小朋友讲话要奶音一点，可爱一点，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小朋友才不会被吓到？所以我跟晨晨讲话是不是也要就是？宝贝呀，你下次不可以这样哦之类的，这样子吗？是这样吗？宝贝呀，你要说棒棒哦，这样对不对？这样有没有可爱？不能太认真讲，对，是就不能，我好，可能不能开玩笑哦，要叠字是不是？好好，妮妮宝贝呀，赶快长大大哦，这样吗？他应该会嘴爆。认真讲话看，我就说妮妮啊，你赶快长大，真的，你赶快长大。我这样讲，我那时候这样，然后他就吓到，应该是吓到了。对不起啦，妮妮，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晨晨可以不用了，晨晨可能会呛爆我哎。所以我要跟妮妮啊，不对，妮妮宝贝啊，赶快长大大哦，哼，不可以，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没有不可以。我差点说不可以当小 baby。快下播啦，我聊天聊一半了，树宝宝，讨厌。流星啊，流星宝贝啊，赶快睡觉觉哦。他会觉得你又在起笑了。马良宝贝啊，不可以这样子说话话哦。我觉得你还是会惹人家生气，表演压力已经够大了，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早点休息好，おやすみなさい，傍晚妹子。我赌他一定会呛爆我，我也觉得会。好，我去睡觉了。怎么了，偷了奖？拜拜，我要去睡觉了。戴飞宝奖，祖祖我爱你。好的，没问题，谢谢树宝宝。很像飞宝宝会讲的话，我也觉得。我再次 K 笑了吗？元旦宝 ，Hello Steven， 鳄鱼晚安，小星星晚安 ，LY 晚安，鲁迪晚安，嘎比晚安。请客比较有诚意，不要再让人家误会了。他说他要做饭饭给我吃，哎，我才怕说我们要他做饭饭这件事情他会吓死。他现场的时候他真的吓坏了，就我跟一家前面两个人说，我们都没有便当，他就这样，我，然后我就想说好，没事没事，宝贝不怕不怕。晚安安，晚安安，发生什么事？晚安阳光公，晚安 Only， 晚安如哥哥，晚安新鲜柠檬，晚安流星，晚安本丸梅子，晚安偷了奖。晚安西恩，晚安毛良，晚安嘎逼，晚安鲁迪，晚安鳄鱼，晚安小星星，晚安神威，晚安塔瓦哥，晚安汉，晚安凤宝宝，晚安婷哥，晚安流星，晚安 HS， 晚安的泉，
晚安小蛋糕，晚安晴晴，晚安飞鸿，晚安树葡萄，晚安四季，晚安的泉，晚安阿贵仔，晚安正东，晚安 Steven， 晚安如哥哥，晚安树宝宝，晚安切尔东，晚安 Kent， 晚安嘎逼，晚安阿贵仔，晚安婷哥，等等快休息别发现什么哈，晚安发生什么事，晚安小白兔，晚安小蛋糕，晚安婷哥，晚安阿哲，晚安四五一，晚安晚安晚安婷哥，晚安晚安原来宝，你这样吵吵的好了，有我包真的太可怕。晚安阿哲，晚安沙优，晚安晚安原来宝，晚安树宝宝，晚安凤宝宝，晚安 LiQ 啊，晚安 Spinny， 晚安小老鼠，晚安小星星，晚安点，晚安马哥，晚安史密斯，晚安弯神，晚安 Only， 大家晚安哟，晚安小雨宝。为何被念好多次？因为我怕我没有讲到，我怕我没有讲到，我大家都讲到了哈。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聊天。Hello， 嗨呀，乌萨，你好。可是我要关掉了怎么办？晚安。下次明天晚上八点再跟我聊天吧，宝宝，好吗？嗨呀，乌萨吗？好不好？有啦，休息。好，晚安思源，晚安。好啦，拜拜拜拜，大家拜拜哟，谢谢你们来陪我，拜拜。